们大家好，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这里是平安中国直播现场。转作风，强基础，因地制景，巧融合，矛盾纠纷无小事，当好群众贴心人。我们要通过这个呢，让老百姓知道警察就在身边，为民服务有实招，守护平安不缺位。平安中国2023警地融合护民安一线正在播出。吉林省是我国的边境省份之一，历史悠久，承载着丰富多样的文化传统。吉林省加工制造业发达，同时积极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为吉林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但是，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基层的矛盾纠纷还是很多的，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呢，这个我是当过基层组织部长啊，所以我也很那个挠头的一个问题也是这一类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表现形式多样，覆盖范围广泛，相互交织复杂，种种的难题摆放在吉林省各城市的管理者面前，他们将如何解答？在这个公安机关在行使这个履职的过程中呢，一直是以打为主，公安的警务要转型到重在深化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我们也是从这一方面去出发啊，然后谋划设计了这个警地融合工作，其实就是要把派出所的民警以打为主，突出到以防为主。2023年。吉林省公安厅创新推行警地融合基层警务运行新机制，积极构建基层警务新模式，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公安力量。开展这个警地融合工作，开展主防，说简单了，就是你辖区里边不出事儿，是吧？那怎么能不出事儿呢？就是我把所有的矛盾纠纷我全都第一时间的掌握和了解，让他在小在苗头的时候我就帮着他排查化解清楚，这样他就不出事了，不出大案子，否则的话这些纠纷如果要是解决不好的话就会演变成恶性案件啊。而我们主防就是要把这些纠纷都给他压向了最苗头的时候就给他解决掉。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区分局幸福派出所下辖六个社区，辖区内有保障性住房、回迁房、商品房、商场、医院、学校、工厂、企业等，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大，服务需求多元，是社区治理中的重点与难点。这个人员组成结构注定了我们辖区整个的一个治安环境的一个复杂，像邻里纠纷啦、劳资纠纷啦，还有生活上的困难啦，会有很多很多。他打你的原因是什么呀？他为什么打你？情绪啊，不就是说的插队完带情绪吗？啊，对呀。2023年11月13日，长春市某医院发生了一起纠纷，患者李女士在医院缴费时因排队问题与收银员发生争执，盛怒之下拿起柜台上的刷卡机砸向收银员王女士，导致王女士的头部和手臂多处受伤。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个事情的诉求。你说今天该判判的。今天吧，就公安机关是什么呢？秉着就是说这个调解矛盾纠纷，这个想先说是看看咱们能不能说调解。如果是调解不成的话，公安机关会依法正常处理。王女士认为她在收款过程中没有任何不当操作，却引来李女士的强烈不满，使得自己受伤，因此希望李女士赔偿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50000元钱。但对于王女士的说法，李女士明显有不同意见。使劲瞪我，我说你看你这女方这样，你这服务行业怎能这样事儿的呢？你咋能这个态度呢？他又瞪我一眼，当时啥我就心情特别不好，就那个劲儿就上来了。各执一词，认为自己都是站在一个
被害者的角度，那我们呢就根据个人的性格特点，从那个各个方面入手，然后对他们进行调解，及时进行排查，进行研判，进行工作，把工作让我们所谓的主动警务和预防警务，最后我们协调联合警务，把各项工作啊做到实处。主动作为化解纠纷，通过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的耐心劝解，李女士终于意识到了行为的过激性。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活到60岁没干过这个愚蠢事儿啊！我就特别自己都不理解自己，现在没这么没素质过呀，心里觉得挺歉意的啊，挺歉意的。因为吧，你这个行为吧，这个涉嫌触犯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然后呢，但是呢，公安机关呢，秉承着这个化解矛盾纠纷的这个原则，今天呢，把你叫过来是什么呢？就是想问问你这个。能不能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想跟对方调解、握手言和这个意愿？那必须啊，实事求是，我该道歉该道歉，我给你打坏了，我给你医治。你说你，咱们按照这个司法公正，就那种，他的病，咱也不能听他说的怎么怎么样，就是咱是不是有一个伤残鉴定？你那个究竟，你值多少钱？我赔你。说你想就是说这个觉得认为说这个事件说赔偿啊这个补偿也好，对方你想的是多少钱呢？说实在话，他这个吧，就是从这个情节，从这个他这个伤的程度哈，我判断就是，最高的都有5000嘛。王女士虽然同意接受调解，但对于赔偿金额，她显然是不满意的。我们了解情况，说心里话，他本人他都很诚恳。刚才我们的同事也说了，也真心跟你道歉，也想解决这个事儿。他也是个病人，在你们住院，是不是？也是刚刚出院，所以说相互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然后看看这个是怎么解决好。最终，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并签订了和解书。在老百姓心里边，公安机关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那咱们呢，就是利用这份公信力。去帮助老百姓解决他们实际困难。老百姓现在相信的啥？有啥事儿都得找警察叔叔，所以说得我们融合以后，我们有信心。有问题呢，老百姓也有信任。毕竟这个警察他涉及的法律比我们懂的还多一些，所以说他能更好的、贴切的做老百姓工作。所以说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警地融合要求所长进街道，民警进社区，辅警进网格。长春市率先落实三进要求。以创建30社区为目标，打造多元化社区警务团队，实现多元化共治。以前的调解呢，其实是社区为主，涉及到法律问题的，他就调解不了了。这样，我们的警察、法院、检察院啊、民政等等，这个提前介入，就相当于社区吹哨，我们这些部门都报到啊，提前介入，共同来调解的时候，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也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警地融合的推行，更好地统筹公安派出所、综治网格员等基层治理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模式由过去的单打独斗向警种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转变，合力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梅河新区是吉林省重点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总人口70万人，其中农村常住人口23.2万人。针对农村易发的各类隐患纠纷，梅河新区公安局积极组织民警、辅警走进农户，深入田间地头，听民意、晓民情，采取将矛盾化解在萌芽、沟通交流、零距离的工作原则。力争实现矛盾纠纷零激化。刘哥，平常吧你也少喝点酒，情绪别那么激动。岁数都这么大了都哈，在村里都是长威望长辈之人了，怎么还一喝点酒还动刀动枪的呢？一天喝完酒回家，有时候坐了一瞅，我一来气，一上园子里一骂。他们一开始就是那个栅栏的问题，栅栏他觉得你占我家地了，你应该往那头挪一挪。然后呢，后期又上升到树的这个影子，因为邻居啊，
总这个见头见影就是互相埋怨啊，互相说这个事儿得解决啊。老刘这个喝点酒回来，就说他要不拉醋，我就要对他什么采取什么了，我就要动刀，我要整死他。原本只是普通的占地纠纷，要真动起手来，就会上升为治安案件，甚至刑事案件。事出紧急，民警决定兵分两路，同时对刘某和王某进行调解。这邻居他家这个树，吸我这园子，怎么整他也不长呢？我长两回，他说不拉，好不容易长这么大的，也我说你不拉不行，我一整喝点酒回来，往上一坐就生气，完了脾气也倔，我这。你怎么我就骂了，我就不管你骂了。你说那个刘哥都是邻居的，你说迁屋不迁屋后这点事儿，这些年了，你看那树都长得老大了，是不是？野生不是拉来树能成啥问题了，对不对？咱两家唠一唠呗，有问题啥的，慢慢解决呗。反正这你们都来了，说咱要能解决，咱就解决。解决不了，我指定不能让。我这么大岁数，我怕啥？你看看我这园子长啥？刘某性格倔强，但却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因此民警找到了刘某的母亲，希望他能从中调和。就说这邻居的，你看大娘曾经这个前面这个小哥是你看着长大的，完了并且你现在在养老院，咱们后面咱们家的这个孩子吧，那个年纪大了，有一天不在您不在的时候，邻里远亲不如近邻，他俩需要互相帮衬，就是从情人情邻里这个感情劝。大娘直接说，哎，没事儿，那个我家孩子我喊唬两句，我说两句就行了，怎么能出这种事儿呢？大娘就非常的那个配合，然后也希望他俩能好好的。另一边，王某也对民警吐露了心声，他说自己并不想把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但是刘某一喝完酒就骂他，实在是欺人太甚。第一个，我们不希望我们辖区对百姓是这种邻里关系，对不对？你也不想，其实打心里讲，对不对？你说你一抬头，哎呦，我这是个冤家，一抬头那家给我干过账，一抬头他骂我，谁乐摊上这玩意儿，是不是吧？棍子都预备好了，准备就行了，那可不行，那可不行，那你不发昏了吗？对呀、啊、你将来你的孩子将来是当兵啊，那你不发昏了吗？考工作呀都得增审呢、啊、犯不上。那老头不像你这么想的，别给他，那你要像我们这么想，这事儿也好办了，岁数大了就那样，对不对哥？对不对？第二一个啊，我们俩今天来呢，就是啥，想把你俩撮合一下，咱别管这事成不成，最起码的你们邻居尝着呢。再一个大哥，不看正面看佛面，他这个后院这个老大哥的妈妈也是通过给我们打电话呀，也是把老太太也老上火了，老太太好也上火。哎，你看你老太太就通就通过您这句话，劝的哥哥挺好的，劝不是吧，就通过您这句话，您通情达理的人，您通情达理的人，他就喝完酒就那出，那成个关系，你知道吗？那你非得，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啊，我跟你拼了，怎么怎么的，孩子呢，儿孙呢，你不管了吗？对不对？嗯。所以说这事儿吧，咱已经话都唠到这儿了啊，哪天那个书记也在这儿，俺们约一下，把老太太那个老哥哥咱都请着，行吧？后院的，行啊。经过多番努力，刘某和王某终于同意一起接受调解。为了让调解过程更加顺利，民警还请了村干部，找来与两家相熟的村民一起参与其中。喝点酒，哎，收的话，把吃饭也退一退，你不别沾光了。行，那行，大叔退一退，把这不干事给躲去。对对对，顶上带叶了，太长太高了，那些给退一退，两边的。到时候来年夏天给他退一退，留着就完了。完了，辉哥。完了，辉哥，骂不吵吵，我拉了都行。你这还有邻居的，你也知道为啥？自己就喝酒呗。哎，那大哥就有一小爱好，对对对，花就那么地儿了。然后来年夏天。来年夏天或者趁现在把大石头打一打。您是为了不管为啥留了，想保留它，那好呢，留。操，保证那啥，辉哥，咱也得保证。一直说那个垄这个问题，厕所占那垄，占那个垄的地儿这问题啊，明年人说了，给你让回来，这一垄地人给你让回来，是不是？哎呀，让不让我不要要也行，我那玩意儿咱也不上那啥的。对，也一垄地你也富不了家，也穷不了业的，是不是？人家你把咱这把这垄地给让出来，咱别老骂骂吵吵的，大家都谁怕谁呀？这玩意儿压着好了吗？骂骂吵吵不都是？他不喝酒的时候，他不挺好的吗？喝酒不都挺好的吗？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吧，
咱再跟他沟通的时候，包括左邻右舍，你们了解。是，墙上住着的。那他们都知道，喝酒了我都知道怎么事。喝酒了我就不搭理他。对，不喝酒的时候，咱哥们儿再谈事儿。咱俩话，你看田姐都来了，是不是？咱俩话吧，都看着田姐面子，都乡里乡亲的，差不多就拉倒了。行不行？咱不说。行行，那倒行。行，咱就两方一起过来，过个手，完了，咱这事就了了。对，你俩吧。你们以后，你哥俩以后处的日子长着呢。退一退。啥事儿？你不能跟着往那哥俩以后处的日子长。对呗，前后院呗。你看。握手，来握手，行了，行，大有大样，小有小样，以后咱就这样了，行不行？两家都这么好好处着，刘哥，刘哥，辉哥，好不好？你看看，天暖和我就退，天暖和呢啊，天暖和点就把大的就大肉退了。小医生，哎，行，咱们还是前后院住着是吧？行行行，都是好邻居，都是好家，是不是？对对，那龙也给你让出来。喝酒喝多点，你离我远点去。你看看，对整齐，有知道，他自己啥都知道。有机会吧，咱两家一起喝，是不是？一起喝点酒，都开开心心的就完了呗，是吧？矛盾纠纷，大事小情，一桩桩，一件件，只要百姓需要，民警们总能在第一时间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生活中需要的这些细节和温暖，然后我们在这些小事上给他们这个温暖，让他们对我们感觉啊，这个民警确确实实融入到我的生活里了，能为我解决一些我身边一些小的棘手的问题，他们对我们的这个信任，我们才能更好地把这个社区工作做好。警力如何因地制宜发挥效用，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怎样彻底打通，这是警地融合这一创新举措需要解开的奥义。梅河新区公安局重点打造民辅警专职化，明确了派出所民辅警专心沉入社区做好管理防范等工作，主要是要建强警种，他在全市的范围内搜罗刑侦人才和这个各个口的这些人才，他组织成专业队，把警种建强。比如说他的刑侦，他建了50人的队伍啊，就是专门这支队伍来负责打出，啊，而派出所只负责辖区内的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出接，啊，接完以后你就转给刑侦队就完了。这样呢，他就把这个派出所的警力和精力最大限度的解放出来。要投入到基层基础工作。辽源市公安局全力打造警地融合新亮点，用一张网兜住民生小事，通过划阵地、建机制、优服务，有效集合社会治理资源，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将社会治理与警务工作有机结合，铺就辽源平安底色。其实群众对我们公安民警的这种信任是骨子里的，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很信任你，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的爱他们，用真情啊，对自己的职业有敬畏，对自己的岗位得有热爱啊！我既然下沉到基层了，我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平常你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小区里面，然后挨家挨户的走走看看，尤其是这些年纪大的老人，是吧？嗯，就是怕他们自己在家那也有点什么不方便。对，那年纪大了，然后你看他们平时锻炼的时候自己也不太在意，万一谁摔了，我就怕这个事儿。往常我们每天见见面，哎，有个一天两天谁见不着了，我就上家去看看。我看你走哪儿都拎着这个包，包里装的是你的这包啊？对呀、啊，这里边是我的这个平时我装我日志本，我得带着这个日志本吧，出来我心里才踏实。走的时候看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事儿需要记的，我就都把它记到这上面。就是每天每天都有，对对对，这走访的时候一些情况，嗯、就随手就记上、嗯嗯。平时在辖区吧，有的时候一个小事儿，你先把它记上。可能当时没有什么联络，但是几天以后，甚至是几个月以后，有一个事儿跟这个还有关联，就你上前面日志本一翻就都有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刚到辖区的时候，情况还不太了解，然后我自己去摸了一下这辖区的这个机房的情况，然后把这个探头的方向给我画上了，然后就贴到这上。哦，还有探头的方向。对对对，就是、哦，太细了这个。确实是因为方向有了，才知道你哪块有图像能看得到啊。啊，然后方便后面的工作，对，方便后面的工作，一旦需要的时候上前台一看啊，就很快就能知道情况，特别关注他们啊，特别好，我觉得你这个工作做得、嗯、走咱去你警务室看看。好，哎。
邢云原本是辽源市公安局局机关的民警，2023年5月吉林省推行警地融合机制后，他主动要求进社区服务百姓。首先心理上把自己转变了，不是机关民警了，从机关民警转变到一个社区民警，就是心理上有个转变。然后通过这个学习呢，又学习到一点，就是思想上有个认知，就是下社区其实是一个工作状态，一个工作方法，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融社区。一开始邢云对于这个转变非常不适应，尤其是面对自己辖区内的4000多名居民，陌生感和无力感让他不知所措。因为自己不会嘛，所以就学，后来就决定说干脆吧，我就主动上门吧。因为小区里边，就是我的辖区里边商户大概得有20多家，所以当时就选了。我一看商户来来往往都是人啊，我去应该也不是很突兀啊，不像入户工作，你一去好像你看也不熟，也不知道是谁，进户肯定难哈。我说那我就先从商户开始。从商户到住宅，邢云用了2个月的时间融入其中，居民们渐渐接受了他，也开始主动向他寻求帮助，尤其是那些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我跟他们聊天，他们都问我说，年轻人都不喜欢跟老年人在一起，说你都嫌烦，说你不烦吗？我说我不烦，不是人都说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们都是咱们小区大宝贝，我不烦啊。就是大爷大娘都可开心了啊。小区中央的广场上每天都会聚集着许多老年人，或锻炼身体，或谈天说地，而这里也是邢云经常活动的地方。我在那个小广场吧，就是混熟了以后，就是其中有一个大爷就引起我的注意了。这个大爷呢坐个轮椅啊，平时呢跟边上的人的交流不是特别多，后来我就跟大爷聊天，我才发现他耳朵有一点背，但是这个大爷吧满身正能量。邢云经常和大爷聊天，一来二去两人相谈甚欢，竟成了忘年交。他跟我说，哎呀，我这前两天就在这儿卡个4仰8叉啊，120给我接走了，好顿检查啥事没有，又给我送回来了。他自己在前面走，一边笑一边说这事儿。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邢云说他是打心眼里心疼大爷，子女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回家精疲力竭，也没有太多的精力陪伴老人。于是邢云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就掏出那个便签纸，我就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就是柏林小镇警务站邢云，我的电话号码，然后下边写了有事可以随时找我。我的想法是，大爷这么大年纪了，推着轮椅来回这样走，万一在小区里哪个地方他摔倒了啊，他自己起不来，边上的人来到这儿的时候也不知道他是哪一家的，找不到他的亲人，那如果他在身上有一张这样的小纸条的话，大家就能找到我，因为我就在辖区，只要给我打电话，我能最快第一时间就到他身边。对于邢云的这个做法，大爷非常感动，90岁高龄的他甚至背下了邢云的电话号码。电话我都记着呢。啊，是吗？大爷能记着我呢？小看的完了就记住了。176-0437。哇塞，啊，太厉害了，背下来了。要我说，你这人是警察的典范。应该说你是老警察了，像你这一般的要都不穿警服，你是上班下班。警服不脱，这就意味着呢，以警察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小区里边，应该的，大爷应该做的。你是我们治安的那个保护神啊，治安保护神，全小区的情况你都掌握了。哎呦，大爷，你上班也工作，下班也工作，应该的，大爷。大爷的认可是对邢云最好的鼓励，受此启发，他给小区里的高龄老人都留了写有他姓名和电话的小纸条。大娘，在这等着呢。快快快，冲！冲！冲！冷！冷！冷！回家给我乐的，我就说我姑娘，姑娘给我兜拿来，我得搁兜里头，别给我整丢。我就搁去了，搁纸包。嗯呐，
给我这护身符可好了，咱娘俩投缘。老人们将行云亲手书写的小纸条亲切地称为护身符，各自存放在他们认为最保险又触手可及的地方。我觉得我是警察，我身上还带着党徽啊，我一定得把这个下沉工作好好完成了。我是带着任务的，我得把党的温暖送到每个人的心中，我得把我们公安机关的爱护送到每个人的手中，我得让我辖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像那天的太阳一样照在我身上那么暖，我让我辖区的每个居民一样都那么温暖。你要去帮扶慰问，去帮助啊，可能更多的是去这个做好这个弱势群体的这种生活上的扶助啊，来体现我们党和政府啊对弱势群体的这种关心关爱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警力融合中社区民警的一项重点工作。我们要通过这个呢，让老百姓知道警察就在身边。与行云一样，吉林市公安局的张野也是从机关民警转变为社区民警的。张野清楚地记得，这是他融入社区工作的第六个月。在这六个月的时间里，张野牵头组成了女子社区警务团队，团队里融合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维护辖区稳定、提供线索、打击犯罪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张野队长带领这个女子警务队到咱社区以后，我觉得就是说咱们那工作各方面的，我们是工作融合、组织融合，完了还有资源融合、阵地融合。通过这些融合以后吧，我们就是为居民解决、联手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完了也为居民开展了很多的那个服务活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对社区工作是一个有利的一个补充。张野所在的安顺社区是个老年人居多的老旧小区，他们拿着退休工资，有着大把的时间，防范意识又相对较弱，因此是不法分子实施诈骗的目标群体。小区里时常有人为花言巧语所惑而上当受骗。我们就是怎么想，怎么能把这些闲散妇女组织起来干点正事儿？就是偶然间呢，我就了解到这个我们桥街草编协会有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需要，我们就带着辖区闲散妇女加入了这个草编协会，就实现了家门口的这个灵活创业的这一个小渠道，在闲暇之余去勾织这个东西，还能挣点零花钱。这批订单咱们大家编的都挺好的，回去之后了，要是有邻里邻居了，还想跟你们学，多往这带带，是不是？省得大家都出去听销售课。对啊，那个我们自从跟那个警务队学这个手艺以后，我们就学到了一技之长。然后来以后吧，大家坐到一起，还挺开心，挺快乐的。咱们上午编织，下午出去巡逻，多好啊！对，是不是？一天大家到晚乐呵呵吗？不都这么说的吗？就是，还做好事了，完身体还锻炼了，还不上当受骗了。哎呀美极了，是吗？那可不，尤其我们的警务大队，对我们特别关心和爱护，啊，经常给我们讲，就是正义的，不要去上外边去听那些小广告，防止我们这些老年人受骗上当，多坑人呢！嗯。咱这多有正事，还挣钱儿了，一天菜钱都出来了。这个由中老年妇女组成的编织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知心妈妈互助队。团队成立以来，安顺社区的各类诈骗案件发案率大幅度下降。我们辖区居民呢自发成立了晚霞巡逻队，我们女子警务队呢还因地融合，把我们那个楼长和单元长组建起来，成立了楼兰巡逻队，打造了我们内有楼兰外有晚霞的这个里应外合的一个形式。除了关爱老年人，张野还牵头成立了蓝梦助学基金，专门用来资助社区里的适时孤儿和困难儿童。这个蓝是我们警务蓝，这个梦呢是希望帮助我们辖区就这样孤儿实现他的学习梦啊、艺术梦啊、各种梦想，就希望能帮助他们完成。媳妇儿，媳妇儿，你好。呀，媳妇儿在家呗。呀，媳妇儿凉，凉吧，冷不冷？冷不冷？不冷，不冷哈。阿姨身上凉啊。来，别别别，冻着，别别你冻着。今天下午有课没？没有课呀。这两天参加啥比赛了？就
全是北京的。那就是这个上北京，还有那集训营那个拉丁的都得的金奖。过了一个有意义的生日，你们给我们送了一个大蛋糕，小孩。我们平常就给买个小蛋糕，今年那个警务人员给我们送一个大蛋糕，孩子过得可有意义了。我们长得漂亮不？漂亮，是不是？漂亮，可可爱了，以后也是能是个大个子。舞蹈跳得越来越好，八月份参加那个北京国际金龟子儿童艺术节啊，获得金奖，就愿意跳舞。他的舞蹈老师说这孩子吧，就是舞台柔韧，那个灵性特别强，上台就不是他了，天生的舞台，天生的天赋。对对对，他的父母都是聋哑人，但是人媳妇儿能听见会说话，天生就是舞感特别强，就在这方面，老师说他就是有那个有培养性特别强。隔三差五，张野就会和同事们一起去看望他们资助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健康快乐的成长。我在特警工作24年，一直在对内服务，就是我们的服务啊，是让位在一线的民警无后顾之忧。但是呢，来到社区之后呢，我们又把我们这个服务精神拿到了社区，就想踏踏实实为我们的老百姓干点事儿。所以说我也没少学习，也没少拜访我们的一些优秀的社区民警，比如说那个我们龙潭分局啊，涂飞华老师。我们现在搞一个叫师徒制，有一些这个老民警啊，做群众工作啊，非常有方式方法啊，也有非常好的效果，也非常热爱啊。我们现在都在不断的总结这些人，让这些人的好的经验做法能够传承下来。涂飞华是一名在社区工作了20多年的老民警，对处理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颇有心得。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新人，希望他们也能够很好地服务群众。我感觉每一项工作我都比较喜欢，只要是因为啥呢？我觉得我这个社区的工作吧，是咱们公安机关这个最最基础的东西。如果把这个东西做完善了、做好了，为其他的警种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其他的政府部门提供咱们应该承担的提供的责任和义务服务，这样吧，我觉得就挺高兴。一起社区工作人员调解了长达2个月之久的矛盾纠纷，在涂飞华介入后仅1周的时间就调解成功了。群众认可的不仅仅是结果，更是以涂飞华为代表的社区民警们一心一意为民服务的真心。在化解矛盾这个过程中吧，你必须得换位思考，你只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和撞了三方的角度，你才能知道这个事情的结症在什么地方，你才能去解决办法。警地融合开展以来，吉林省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4.47%，治安案件同比下降24.96%，侵财案件同比下降21.78%，黄赌毒领域案件同比下降21.1%。交通事故数量同比下降29.35%。这一项工作，我是又有责任感又有荣誉感，我能参与到一项大的一个警务工作的改革，能够在这里边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真正能够让它坐实，真正让它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想我退休我都非常值了。警地融合需要久久为功，在这条创新之路上，吉林公安锚定目标，夺势而为，真心听民声，履责办实事，以群众满意为目标，奋力开创新时代社区治理新格局。